住在这个 BTS 站附近嘛，每天就有两个小伙子在这边卖咖啡。看一下他的这个 espresso shot， 我点了一个这个，75。Thank you。这里面是有苏打水的感觉。哇，下边都是糖浆，要搅拌一下。哇，这个就是我们去了很多精品咖啡店里面喝的那种苏打的冰柠檬咖啡这种感觉。那个大哥也买了杯咖啡走了。看他们后边呢都会放两个这种箱子，他们的箱子呢会放这个原材料冰块这些。I'm a YouTuber。Wow, very good work. That's you, yeah. 他这个拉花还是蛮厉害的。And tomorrow I will come here again.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我发现这个牙膏还蛮好用的，它这个牙膏真的是好清爽，而且整个它没有那种甜味，就是有一点那种药草加薄荷的这种味道。哇，用着好爽啊，这是我昨天刚买的，而且它这个挤出来像那种中药那种感觉。包括我这个电动牙刷我已经用了应该有2年多了吧，这个毛刷的这个刷头我都已经换了有10几根了。这是那个小米的，你看这个，可惜这个按钮，你看都按着什么了。然后它这个充了一次电之后，大概最开始的时候能用10几天吧，现在就是用1周的样子。它有不同的这种软硬类型嘛，我就喜欢用这种软的。我现在在这一站阿瑞，是为什么来这里呢？这个站周边有非常多非常多好喝的咖啡，还有一些餐厅。来这边还要见在曼谷这边的一个粉丝小姐姐，她也非常非常喜欢咖啡。那我们就约在了这个地方，开车过来的。是你吗？啊？这个有停车场的咖啡馆真的是不得了啊，看起来很漂亮的，对吧？这个店，而且它这个院子还挺大的哦。这边有很多特调的咖啡啊。哇，我觉得你适合做穿搭博主。真的吗？对的，你看你这个穿的多潮啊。我想说我现在很佛系，没有任何赚钱的欲望。哎，倒是可以跟你聊一聊开咖啡馆。这个你先喝。哎，你有参加过咖啡师大赛吗？我参加过蛮多次的。对，但是都是好多年前。一杯是这个氮气的黑咖啡，然后这杯是特调的咖啡。这个 Jessie 小姐姐她说她喜欢这一杯，因为我不太喜欢喝含糖的饮料。然后这杯咖啡给我的感觉，我是觉得有点像霉豆腐，那个霉那是发酵的味道，那种发酵的味道。还有一些咖啡喝起来有点像豆腐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那种。我就觉得这个像豆腐，霉豆腐的，说明你对风味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适合做咖啡啊。冰的话都会配冰球，所以说这个是我在泰国见到很多咖啡店它粘住了。冰球加上冰的咖啡，它这个是冰的。喝一下啊，这不是我个人偏好的类型，跟我喝上次喝的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我估计可能不是一个豆子，它的这个感觉就没有喝出很浓的荔枝味啊。对，没有荔枝味。好吗？$70，$40。这边要先换鞋是吗？对，管理的特别好，干净。来，你的放这边。好的，谢谢。先玩玩小狗狗。它清洗完消毒，它就可以进屋了。
其实最近就一直看到朋友圈呀、或者网上的各种铺天盖地的关于上海的消息，其实就搞得自己心里面挺 emo 的。所以说呢，我就前段时间发了一个动态嘛，问有没有在外地的上海的侨伴，看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呢就有一个人加我，他加了我的微信说十万火急江湖救急，他人在上海浦东，然后呢他想要订一批挂耳包。我问他要订多少，他说要订50万包，就是50万袋。那我一听这个数量之后呢，我就觉得他肯定是就是给这些要么就是医护人员呀，或者就是这些基层的工作者。那我呢就立马就问了问自己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和资源，那刚好就联系到了这个上海本地的这个企业，他有一部分的现货，另外呢他也能够再生产。那第一天呢可能就能提供给到他们10000包挂耳，那后边再陆陆续续的生产，可能会在每天生产出来。 Thank you。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种特殊的时期能做一点自己的这种小的事情，我觉得还真的是蛮欣慰的。过了一家好漂亮的咖啡店啊！哇，是不是很好看这个店？啊，很想进去坐一下，可惜我已经手里边有咖啡了。我今天呢本来想要去另外的一家店，然后呢之前这个店我有路过过，但是我当时路过的时候它是关着门的，然后呢所有的椅子啊什么全都是堆在一起的，我当时以为这家店倒闭了。来，但是今天我刚好路过到这个店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店竟然又开了。点了一个拼配的美式咖啡，你可以看它的吃的价格其实是比较贵的。我点了一个 Apple and Fig 300。哇，我跟你们说，小伙伴们，这杯咖啡绝了！它这个感觉好像是用了龟下拼配的这种咖啡豆一样。它这个用了 SI， 用了哥伦比亚，还用了老挝的咖啡豆吗？芝士。有瓜果，还有苹果。这个芝士吃起来好软啊，像是软的像棉花糖一样，好赞。苹果呢是有一点肉桂，上面还有石榴。特别的这个咖啡浅烘焙的，我觉得哇，超出我的预期非常多。他的这个房子呀，我觉得应该就是自己搭的房子，你看上边的那个棚。我又点了一杯就是中度烘焙的这个咖啡，我感觉他的这咖啡有点就是那种风味没有延展开的那种感觉，喝起来有点空空的。但是他那个浅烘焙的那一款就真的是绝了，太好喝了。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杯的那个味道太好了，然后呢给到他的期望值太高了，结果这个第二杯的这个中度烘焙的就一般般。他们是4:30打烊，你看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外边给收掉了，就是打烊的还是比较早的。有可能我某天成为孩子的长辈，有可能我把后面几十年全都浪费，我等着等着就老了，爱着恨着走的好曲折，我不敢回头看的都是我没等到的，等着等着就老了。